是目前没有办法，就是全部撤离的孩子大概有七个孩子。那七个孩子就是在云士顶山之后，他们都先到旅馆做暂时的安置。那目前大部分都是居住在亲戚家。那像统帅大楼的红牌的有三个孩子，那富裕精华的一个，然后其他还有临近被拆除的，所以全部是七个孩子。那这些孩子他们心理上会不会有什么状况这样子？或是有塞有一点那个心理压力这样子？就是其实目前我觉得花莲孩子都是比较勇敢啊，就是都还蛮正向面对。那今天都全部都有正常来上学，那我们有提醒老师特别的关注，然后大家会统一做团讨，不会针对某个孩子来做特别的询问。那基本上其实同学也都跟老师都知道这样子。那这一周是比较密切观察期，看孩子有没有情绪容易波动啊，容易哭泣啊，悲伤啊。那这个部分我们会特别进行心理性的辅导这样子。